位的菩萨，就如同我们，还有圣位菩萨，就是正德登地以上的菩萨，叫圣位菩萨，转凡为圣。那现在我们对于观自在菩萨，就是指观世音菩萨。有的经典讲观世音，有的经典讲观自在。那这里面有它的体跟用而来立名不同。观是在讲观照，就是能观之智，就是你有这个作用，你本具这样的觉性，它就可以穿透，它可以看得明白。那所谓的自在，就是讲你这个观照的能力发展出来，可以对于所有一切实相看明白，解脱，没有障碍，这叫自在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